会有打不赢的。OK， 没晕到，瑞文。人家倒数喽。然后队友各种推捧。没有，你讲的没错啊，他没有啊，对啊，你讲的完全正确啊，所以怎么样？我就是打他没有啊，我就是打他没有啊，他有啊，我还打个毛啊，一个大招我就冲天了。对，事实上我们大家单杀不会管说什么有没有大招什么的吧，要不然都什么闪现点呢也要算进去。事实上就是我他妈单杀他嘛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刚刚是不是他妈我单杀？这是不是事实？这就是事实啊！我就是各种单杀啊，虐菜啊！又单杀一次，这叫做单杀，懂吗？